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15人，已足法定人数。来后，大家早哦，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哦，来进行报告事项，请先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请宣读。立法院第10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6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2019年3月16日上午9:03至下午10:14，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赖会员等15人，列席委员赵振宇等27人，列席官员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等，主席曾召集委员玉珍。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处理201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海洋委员会主管预算冻结书面报告案计8案。决定8案均准予动资提报院会，另邀请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该方，并被质询。请大家先回座哈，先回座。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综合报告，先回座。委员赖会员等18人提出质询，均经海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威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张其禄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临时提案：第一案、第4案及第5案均照案通过。第二案及第3案均作文字修改后通过，散会宣读完毕。来，各位委员哈，请看一下那个桌上这个，就是有关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哈，看看议事录，大家阅读一下哈，看有没有错误或是遗漏的，有没有？好，如果没有错误或遗漏的，我们这个上次的这个议事录，我们就这样确定哈。好，请继续报告本日议程，请宣读。本日议程邀请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部长、法务部次长、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副署长、经济部次长、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司法院，针对以台湾电力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处分案衍生地方自治条例遭宣告无效，探讨宪法与地方自治法下地方自治权之保障，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就是台湾电力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处分案所衍生出来的地方自治条例遭宣告无效。我们要今天要探讨，请行政院哈，还有内政部还有相关单位来探讨这个宪法和地方制度下面地方制度法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的保障的专案报告。好，那我们。我们除了邀请各个单位外，我们也邀请了这个我们邀请，好，我继续念。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台中市政府啊，派代表，还有我们前台中市市长哈林佳龙先生哈。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与会的这个与会的官员和在场的这个委员哈。好，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在场的这个委员哦。我们从这边开始哦，这个我们这个林奕华林委员哈，林奕华林委员哈，杨琼英杨委员啊，对不起，蒋万安蒋委员呢，张玉美张委员呢，李德维李委员呢，吴思怀吴委员呢，哪边哦，对不起，林思明林委员。郑天才郑委员呢、啊，本会的啊，吴怡丁吴委员呢、啊，洪孟凯洪委员，郑丽文郑委员，温玉霞温委员，林维洲林委员，那我们这边中间来那个管碧莲管委员呢、啊，郑运鹏郑委员，钟嘉宾钟委员，哎，那个管委员你遮住我看不到。
他挡住了。还有陈以信陈委员，那边，我们这边有王美惠王委员，对嘛哈？赖慧员哈，赖委员哈，汤慧珍汤委员，那个廖婉如廖委员哈，这边呢？那个洪生汉哈，谢玉凤，谢玉凤在没？谢玉凤谢委员啊，从后面念上。好，那个沈发会沈委员呢？黄世杰黄委员。罗美玲罗委员。叫签名的洪生汉。汤慧珍。他后来来，洪生汉洪委员呢？还有张宏禄有来吗？林文瑞林委员刚有来，还没有来哈。叶玉兰还没有，张宏禄有来没有哈？有没有？对不起，有没有遗漏的？好，那我们来介绍这个与会的这个官员哈。首先哈，我们介绍这个我们邀请的行政院秘书长李孟彦李秘书长。李孟彦李秘书长，李孟彦李秘书长。那个，这位是，这位是何佩，来哈，这个秘书长来哈，秘书长哈有来一张公文哈，对于今天的这个会议啊，进行专案报告并备询一案哦，另有要公不可列席哦，请何秘书长佩珊代表列席哈，何副秘书长佩珊代表列席哦，可是没有被准假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秘书长没有来？副秘书长哈，请说明哈，谢谢。这个他什么时候请的假？昨天啊，今天有请，但是没有准了哈，没有被准了哈，你可以说明一下吗？是。这个。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委员跟来我们让他说明一下为什么秘书长没有来哈？是很抱歉啊，也向委员会报告啊，就是这个，因为今天我们早上有行政院院会啊，那么秘书长他必须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相助院长主持这个重要的院会。那因为今天的院会是这个我们特别条例通过以后的第一次。这个关于纾困的执行会议的报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昨天晚上秘书长也已经有跟陈昭伟，对，我说没有准啊。我说还是请他过来，他今天开会开到几点准的？我没有准，请问他开到几点？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我说这个会也很重要啊。是那个，请问他开到他几点开始开会？目前我们的行政院会大概会在。通常会在十一点半结束，顺利的话，是顺利的话。可是我们会后还有记者会必须召开，那个我们秘书长也必须在场。我们今天开会的这个，来，现在哈，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会的委员也有几十位哈，这样哈，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我们等一下开始开，你们开始报告在九点半嘛，你们开到十一点半嘛。我们是让这个会这么多委员。这么多委员在场哦，非常的重视这个会啊。对不起，我们那个柯建明客人哈，刚没介绍到。那有这么多委员在，那不然就请我们秘书长开完会以后来这边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好吗？我们就一直我们继续开嘛。啊，这中间请秘书长。时钟提早来好不好？因为。好，来我来说明一下哦，这个防疫期间，这个如果秘书长不来，可以用这个理由不与会的话。那个苏贞昌院长是不是？来，大家先不要讲话。那我讲完再来讲哈。来，你们卢秀燕不来，藐视我们到这种地步。卢秀燕不来，苏院长不来，你是立法。来哦。那个，来大家先保持一下肃静哈。各位要发言。要发言请举手。我来好，你们坐一下，我来开始。好，这个
对，各位委员哦，来，没关系，大家不要争论哦。这样子哦，来进行一个那个哈、哦。来，大家如果要表对这个。立法院自己通过的法律被查五年，哪被冲谁？你快关门了！到现在哈、哦，台北把人家撤销自治条例，哎，所有被查破纪录。我们只是立法院通过法律条例。哎，主席啊。来，那个柯总召，请大家先回座哈、哦。如果大家对这个程序有什么意见，我们来登记发言，好吧？好，请大家先回座哈、哦，没关系。我帮你打圆场，好不好？不用，请坐。那个总召，请回座哈、哦，谢谢哈、哦。这个哈、哦，关于这个我们行政院秘书长哈、哦，因为参加这个行政院院会哦，啊，9:30到11:30嘛哈、哦，我是这样建议。9:30到11:30，既然在行政参加院会哦，那。他说这个会议啊重要，那我看我们苏贞昌院长在行政院院会期间也没有因为防疫理由没有来备询嘛，但是好，我们也体谅他要开这会，那我因为我们今天参加的委员很多，表示大家很重视这个议题，那我们就让副秘书长先代为询答，那中间我们继续询答，那等一下等这个我们秘书长开完会就请他赶过来好吗？好，就是您先回答嘛，那我们继续开嘛，对，那他开完那边会就再过来哈，我们就继续开，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嘛，哈，这么多人过来嘛，好，这样就是好，因为那个我们没有邀请那个我们卢市长啊，哈，好，好，啊，等一下哈，是，好，那大家请坐，我们继续介绍下面的这个哈法规会，请坐一下哈。来，你等一下讲，介绍到他，你再讲，介绍他，你再讲，来。把电力问题、政策问题、环境议题当做政治问题。我们要来，好，大家不要讲话，我在主席里面就先不要讲话哈，有问题举手发言好吗？那不要比小学生开会还不如。来，法规会哈，主任委员我们林秀莲林主任委员哈，这个交通环境资源处处长陈盈龙处长。好，陈处长哈、哦，内政部部长徐国勇部长，部长，可是部长请假，奶奶那个你上来说明一下吗？那个市长啊、哦，来那个部长为什么请假？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早安哈。那今天因为部长对于因为昨天开始全面升级为这个禁管之后，那部长今天针对我们在禁管的部分，还有我们各地这个移民收容所的部分，他去了解跟这实施这个防疫的措施，那因为这个配合昨天的全面的禁管来做紧急的处理哈，那也请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先进哈，可以谅解，谢谢。那个这个次长你先别回座哈，这个昨天徐部长是有打给我，我有跟他说现在在这个防疫期间嘛，你看前几天我们立法院这个卫环委员会要到这个各个地方去视察，都招致批评了，那部长应该让基层的这个单位，我们是主管机关，我们当然要督导然后来落实，应该让基层的单位就是好好的做他的工作啊，所以因为我们这些这个跟不一样了，这个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次长，这个你跟部长转达一下，联络他一下哦。上个那个哈、哦，上次就是我们这个内政委会部长是应该要与会了哈、哦。这个前天啊，礼拜一啊，那个国防委员会啊，我们蔡适应委员，民进党的蔡适应委员担任招委嘛哈、哦。啊，那时候他请这个各个医院的院长哈、哦、龙总哈、哦，退辅会啊，龙总，他们也是要请假，什么龙总啊、中龙啊、北龙啊，也是要请假。但是我们蔡适应、蔡招委也是表示不准哈、哦，也是表示这个立法院开会期间还是请他们与会来，让我们来一起来讨论哈、哦。所以我想这个部长这个请假理由没有办法成立，你们是不是联络一下，看他现在在哪里？到中南部去。是中南部，那看这个视察时间是不是怎么样，尽量的缩短哈、哦，尽量的缩短。比如说到哪里，高雄啊哈、哦，我知道他也跟我讲高雄，他缩短，然后我们一边开会，我们一样请他赶回来好吗？就是这中间，您来先来帮我们代为询答，你可以先联络一下吗？我们来联络。你可以电话联络一下吗？可不可以等一下回答我们？我们联络。好，那你也，副秘书长哈。现在部长人在，现在部
你不然你先电话联络一下好吗？我请联络组联络一下、哦、看现在我们徐部长人在何方啊？哦，因为今天这个是内政委员会哦，部长是这应该要过来了。好、哦，联络一下，等一下告诉我们哈、哦。那这个行政院也是哦，秘书长哈、哦，是不是11点半开完会哈、哦？这个请联络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请哈、哦、民政司哈、哦、林清奇林司长哈、哦，谢谢。法务部陈明堂陈次长。法制司的邓玉祥检察官，谢谢。行政院环保署的常务副署长沈志修沈副署长。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处的蔡孟玉蔡处长，谢谢哈。行政院环保署的法规会的林参事兼副主委啊，谢谢。经济部的政务次长曾文生，曾次长，哈、哦，谢谢。国营事业委员会的吴国清吴组长，谢谢。那个经济部能源局的庄明慈庄组长，谢谢。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钟炳立钟总经理，啊、哦，谢谢。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的简慧娟简厅长，谢谢。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的黄义超黄法官，啊，谢谢。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了哈台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派的代表是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环保局的陈宏毅陈副局长，啊，谢谢。然后我们今天也邀请了这个我们前台中市的市长林佳龙先生哈，林佳龙先生他没有来哈，啊，好，那对我知道他在教我，没有，我们邀请这个不是强制的哈，我们是邀请台中市政府，由台中市政府派代表哈，然后好，这个。这些都是邀请了哈，市长没有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是社会贤达邀请。来哦，接着我们现在哈专题报告，我们先请这个行政院哈，我们请那个何秘书长何副秘书长哈，啊，请先上台报告，谢谢。是主席各位委员先生女士。今天很谢谢我们陈玉珍陈委招委召开这个专题汇报哦，然后让我们行政院有机会来澄清说明我们对于这个宣告这个自治条例部分无效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哦，还有态度。首先哈，我们认为啊，外界或是我们在野党的朋友可能会误解以为说行政院这个举动哦，是在向中央跟地方宣战，其实不然。最重要的，其实这个事件我们是由中央政府一肩承担起责任。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只有宣告部分治爱难行的条文无效，全案我们是准予备查的。这是从2016年1月26号这个条例有函文到行政院备查以后，我们第一次行政院对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是准予备查的，啊，那为什么会宣告部分治爱难行的条文，或者是抵触我们现行的空屋法的条文无效呢？这个等一下我会说明哦。那我同时要再强调，这为什么会这么做啊？这是在兼顾环保以及经济发展这两个命题下一个很困难不得不的抉择，那也是在尊重地方自治的同时，我们还是必须延续我们中央以及我们这个经济建设上政务推动的延续性，哦，所以我们也不是以此来全盘否定我们台中市政府，从我们林佳龙市长乃至到我们卢秀燕市长，哦，他们对于推动减煤防治空污的努力，相反的，我们很肯定，而且也因为我们有地方政府的这样的密切的及时的监督反映我们中部人民的需求，哦，所以也一定程度的对我们台电公司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而且让他们
能够彻底的来贯彻企业社会责任。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整个的空屋，这是在我们前政府执政的时候啊，这空屋量，台中火的排放量是达到最高峰，可是，在2019年是最低的。这其实是中央跟地方一起携手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深切期待哦，中央跟地方哦是伙伴关系，绝对不是对抗关系。好，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呢，我们宣告三个无效的这个条文的依据是什么哦？第一个，这是条例第三条第一项跟第四项规定，哈，不再核发新设固定污染源生煤石油焦使用许可证。这个部分呢，是从2016年在詹善政院长的时代，环保署当时的环保署就认为是无效的条文，因为呢，它禁止而且剥夺了人民申请新设固定污染源生煤跟石油焦使用许可证的权利，而且抵触了修正前跟修正后的空污法第28条第一项。所以我们宣告它是从2016年1月26号公布施行日起即属无效。好，第二个，这是条例第三条第二项到第四项的规定哦。那么台中市政府它订定的这个生煤使用比例审查及变更原许可证内容，我们认为它属于自行创设空污法并未有的审查标准及展延许可条件。啊，那么这个是抵触了修正后的空污法第30条第四项。要跟各位解释，就是我们2018年修正后的空污法第30条第四项呢，基本上这都是由中央政府来订定管理标准的。那所以我们宣告这个条文，自空污法107年8月1日修正施行时无效。第三点哦，是我们依据空污法第23条第二项授权订定的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状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第4条第一项，就是呢，这个公司场所堆置所谓的这种逸散性的粒状污染物质，应该设置或采行有效抑制粒状污染逸散设施，除了这种封闭式的煤仓以外，还有4种方式可以选择。可是呢，这个自治条例第6条规定，一律只能用封闭式的煤仓哦，所以它这个也是违反的这一个实际执行时可能造成个案过科的情形，违反的比例原则，那么也抵触了这个管理办法第4条第一项的规定，所以我们也是宣告它从自治条例2016年1月26号公布施行时即属无效。再次呢，我要强调哦，我们这个条例的备查的过程哦，是从2016年1月26号开始公布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台中市政府就已经函当时的行政院，也就是詹善政院长，要求备查。那个时候呢，詹院长也没有处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520以后，我们尊重前政府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见跟态度啊。那么也基于希望能中央跟地方共同努力，尽量沟通。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并没有很严苛的，我们去这个对台中市政府做要求。那可是呢，这个整个政策呢，在2018年空污法的修正的时候，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因为当时的立法院认为，空污法本身，它必须在这一个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上面做一个平衡，所以空污法做了修正。那么这个空污法的修正呢，大幅度的把这个地方政府原先大概这个所有的这个关于污染物标准的这个设施的权利哦，这个大部分的我们都有由中必须由中央订定由中央政府来制定管理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有第30条第四项的这样子的修正的原因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在空我们宣告抵触违法的部分，是抵触修正后的空污法。
啊，这是贵院的决定啊，所以并不是行政院自己来这个自行创设，然后自行这个对台中市政府做更严苛的这个要求。那么再次跟各位强调啊，行政院宣告所谓的地方自治条例无效呢，并不是第一次创举，历史上有过光这两年来就有十一次啊，所以这不是第一次。那么我们当然也期待说。这个事情呢，并不影响我们推动减煤的决心。这部分我们可以待会行政，我们经济部报告的时候会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那么，当然，台中市政府其实还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哦，包括我们可以依据现在的空污法第二十条，或者是第三十条第四项，都可以订定这一个更符合这个减煤的这一个标准跟执行方法哦。那么我们还是期待我们中央跟地方能够携手合作，一起来为推动这个减煤、防治空污一起来努力。谢谢，谢谢我们何秘书长哈、哦，因为今天。报告的这个单位很多，所以大家加上大家手上也有这个书面资料嘛，所以我们就请每个报告单位大概用三分钟的时间上来报告。好，那接着我们请内政部，内政部请帮我们报告一下。主席，各位委员早安。那本部就今天委员会应邀本部来就以台湾电力公司台中火力发电厂处分案延伸地方自治条例宣告无效，探讨宪法与地方制度法下地方自治权之保障的专题报告，来就这个部分，就本部业管的部分来跟委员会做说明吼。那我会分成两个部分来跟委员会说明。第一个是宪法与地方制度法下地方自治权之保障齁。那第二个呢，是就宪法与地方制度法下地方自治权之监督这两个部分来跟委员会说明齁。那就第一个部分保障的部分，那我们分成几点齁，分成四点来做说明。第一点是这个地方自治是受宪法的保障的制度齁。所以在宪法的第十章就已经就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分别都有经就列举齁。第二个是确保地方自治有效的运作齁。那也符合这个上开宪法所定的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原则齁。那一宪法118条增修条文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齁。那我国在88年1月25号已经公布施行的这个地方制度法。那第三个是就现行地方制度法的规定齁，那地方自治团体在符合宪法法律及其他上位法规的前提下，会享有组织立法、财政、人事等自治的权限齁，那就会去订定这个就他所辖的这个权限去自主的规划跟执行，并依法来负完全的责任齁。第四保障地方自治的权，那地方制度法针对中央与地方延伸的自治争议呢，也赋予了地方自治团体提出行政救济、申请司法院解释等权利齁。那第二大部分齁，是就监督的部分，那我分成三点来做说明。第一个是地方自治虽然受宪法制度的保障齁，那司法院的释字第498553的释字，也就中央得就地方自治团体办理自治事项进行司法性之监督，即肯认自治监督之合宪性齁。第二个呢就自治团体办理自治事项违反宪法、法律或其他上位法规之情形齁，那这个地方制度法在第30条、75条、76条都有相关的规定，那也就这个可以就自治监督的这个机关透过函告自治法规无效齁，代行处理或即撤销、变更、废止跟停止执行之方式，可以介入来做处理齁。那第三是就地方立法机关议决的内容司法性跟民选地方公职人员的监督，地方制度法的43条、78条、79条都赋予这个自治机关可以函告这个违法议决无效等等的这些相关的措施齁。那总结直辖市自治条例之司法性的监督，及依地方制度法第26条、第4项、第30及第30条的规定，就自治条例之内容
罚则之有无，分别报行政院核定或备查。那由行政院参酌中央各中央主管机关就条文的内容有无抵触业管的法规的意见，综合判断是法性后，可以就核定与否、备查、函告无效予以决定。所以就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声明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条例部分条文，既经行政院审认有抵触空气污染防治法，固定污染源易散性粒状物污染物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等规定，致因依法函告无效。以上就提供给委员会做参考，谢谢。谢谢，请大家注意时间。那个接着我们请法务部上台报告，谢谢。请次长。主席，各位先进，那法务部仅代表法务部呢，就本件提出报告。那因为我们有提出书面，我仅口头做扼要报告。第一个呢，宪法跟地方制度啊下的地方自治权是要给予保障，因为在宪法第111条，那有规定说全国一致的性质要由中央来定。那如果有因地制宜的话，才由地方定。那但是呢，有的法规可能会有，是不是涉及到全国一致或地方那个，或是地方个别事项的话呢？这个就还是要再做这个来做处理。那避免，这是为了避免说，应该要全国一致性质的呢，不应该由地方来自行立法加以执行，否则会造成地方的割裂或各行其事，人民会无所适从。那关于地方自治条例抵触中央法规的效果的话呢，在地方制度法第30条第一项有规定说，自治条例跟宪法法律或基于法律授权的法规或上级自治团体的自治条例抵触者无效。就是说，也就是说下位不能抵触上位的问题。然后呢，这个自治条例无效的认定呢，目前实务上是参考这个内政部的函，还有这个行政程序法158的第二项规定的话呢，这个如果是有抵触宪法呢，那又跟刚才所说抵触的部分的话呢，那由行政院或是说上级自治团体来向函告无效。啊，这个无效依照内政部的解释的话，是致使当然确定的无效。那有关于本件，行政院在109年3月13号函告台中市本件的自治条例部分的条文的无效的这个部分呢，是基于综合各部会和相关主管部会的这个意见来所谓的函告，那就有关于其余条文得以备查。那刚才副秘长已经有提过，所以本对这个决定呢，本部是尽表尊重。至于上级自治监督机关对于自治条例或自治法规依函告无效的行为，这个本质上呢，是依照法规授权来行使审查权，并不是就个案来做行政处分，所以不具有行政处分的性质。如果有争议的话呢，依照地方制度法第30条第五项，是要由申请大法官来做解释。以上报告进行指教，谢谢。谢谢我们陈次长啊。接着我们请环保署上台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环保署就撤销台中市环保局的这个处分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报告。本案台中市政府环保局在108年12月间认定中火生煤使用量超过许可证的核定量，那三次以违反空污法来告发，并废止两部发电机的许可证的处分。那本署查证违规事实并不具备，因此指出这个台中市环保局的行政处分有下列的几处错误。第一个就是中火实际的使用量没有超过原许可证的一个核定量。那在这个许可证里面有载明，这个四年内要减少40%。那原许可证是许可2100万吨，那减40%应该是1260万公吨。但是台中市环保局三次的处分，那当时的中火的生煤使用量都没有超过1260万公吨，所以这个处分的这个时间也不是以这个一整年来计算，这个跟空污法的规定也不同。那第二点，台中市环保局自行加入这个非中火申请项目，环保局在这个108年11月19号核发许可证的时候，那把这个108年1月26日到109年1月25日全厂生煤使用量不得超过1110万公吨
等会属这个综合原申请项目的内容载入许可证里面，那借以制造这个采取的条件。那么第三点，他以这个误散为由啊，更改许可证的生煤使用量与期程，有违信赖保护原则。那环保局是在108年11月20号以误散为由，直接改变原来许可证的内容，要求中火提前一年减少全场生煤使用量达48%。那这样已经造成了业者应变不及，也影响操作的稳定性，有违行政程序法所强调的信赖保护原则跟既有法律秩序的一个安定。那基于上述原则啊，环保署这边啊来撤销这个处分，来维护这个法规秩序，避免地方政府啊相关行政处分的瑕疵，衍生后续的这个国家赔偿的争议，使得基层的公务员深陷国赔的争议。那环保署一直都跟啊地方环保局携手合作，特别重视中南部的空气品质的改善。那以台东市来讲啊，过去啊，105年的红害日占日数有71次，那到了105年已经降到5次，改善幅度达93%。那 PM2.5 大家关心的这个数值，从105年的21.8微克每立方公尺，降到108年的17.2，那改善幅度达21%。那108年的这个空污的排放量，相较于105年也减量了达50%，所以其实它减量的效果也远大于这个单纯的减少40%煤的这个使用的效果。那未来预期啊，台中市环保局也会跟环保署共同努力来携手合作，然后加强的这个地方空气品质的维护。以上报告，谢谢指正。谢谢我们沈副署长哈。接着我们请经济部为我们报告，谢谢。张委早安，还有各位委员早安。我讲经济部的报告里面书面有详细的说明，我仅就几个重点跟那个委员会做报告啊。首先第一个事情，减煤是不是经济部的政策？我要在这边正式回答，减煤是经济部的政策，因为在蔡总统上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的揭示，未来在114年的时候，台湾的能源结构燃气会占50%，燃煤会降到30%，然后再生能源占比会占20%。所以大的方向上已经确定。第二个部分，在成效上面，其实是去年来看，以台电的发电结构来看，我们是首度燃气发电大于燃煤发电，燃气发电的占比达到 38.2%， 燃煤发电是 37.3%， 这是去年台电公司努力的成果，我们会继续努力。那今年一月份到二月份更显著，就是我们一月跟二月两个月，在燃气的发电量上面，台电发了146亿度，而燃煤只有111亿度，实际上可以显示说，燃气发电已经是台电发电的主力。那在过去几年来，台电在整个中火的减量上面做了哪些工作？那个台中电厂是在2006年，就是民国95年，十部机组全部设置完成。一直到103年的时候，就2014年，它的燃煤量达到高峰是1839万吨，但是到了去年，我们的燃煤量只剩下1264万吨，大减将近600万吨的燃煤量。那燃煤量下降，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加速发生。那我想说，它主要的一些做法就是在调度上面，尤其从去年开始，在空污季的时候，台电在自己有发电余裕的状况下，都是优先调度降载燃煤机组。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要跟委员会做说明，就是台电公司事实上，经济部已经明确要求台电公司要更严格的执行扩大自主减煤。那运转的机组会从在空污季的时候，会从原来的8部机减为7部机，而且总发电量不会大过6部机组。那我们的预期，我们的燃煤量也会降到1260万吨以下，在今年。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计较燃煤量，燃煤是为了发电而用的。但是关键是我们不希望它有过多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那在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部分，事实上，我们从103年中火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是39000吨，那一直到了去年已经降到19000吨，
那在后续的空污防治设施盖好以后，我们会降到8400吨。那我想说，在这整个中火的是不是适用在适用台中市的那个深煤自治条例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要表达经济部的态度，经济部的态度就是一向愿意 follow 这一个新的自治条这一个自治条例，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让台电无法执行。就是我们在去年的第四季接到了通知，就是原来，对不起，我们后续在答询的时候再说明。好，谢谢。我们市长啊，我们接着请司法院呢、啊，谢谢。报告时间3分钟啊，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大家好，那关于本件自治条例的这个制定的经过跟它牵涉的这个行政程序还有它的法规范，那各位委员可以刚刚从其他的这个出席的官员来发表的内容知道说它的整个经过了，那也要也因为行政院已经就这个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生煤跟禁用石油交资条例呢，他把它宣告部分条文无效哦，那也可能涉及到中央跟地方意见不同的争议哦，那将来可能申请这个本院解释，那本院对于可能将来细数的这个个案哦，目前是不便表示意见哦，那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好，谢谢哦。现在刚刚行政院、内政部、法务部、环保署、经济院、司法院，1、2、3、4、5、6，这个国家队全部都报告完毕啊。那我们想说，这个议题哦，牵扯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限，所以我们也来两面俱成了。我们让这个台中市，我们今天也邀请了这个台中市政府哦，所以环保局的这个台中市政府，在台中市我们也有派代表，所以我们也请台中市的这个我们环保局的这个副局长哦。那个陈宏毅副局长哦，来上来哈，请上来跟我们报告一下，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行政机关的代表、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必须再重申，从105年1月26号到109年3月13号，这4年多的时间，这个自治条例一直有效，4年来一直有效。在那个甲讲结婚4年后，囝拢生啊，甲讲即马这个结婚无效。没让他处理。4年多前，我从台北回到我的故乡，当时是林佳龙市长，我也是为了台中市的空气品质，为了中南部的环境来努力。4年后，你告诉我这个自治条例无效，林佳龙搞不明白啊！我当公务员，我当公务员这么久，没有错。下面的让他讲完好不好？刚刚，对对，等一下有这个陈委。让他继续停，时间停下来，时间停止一下。来来来，对不起，这个议题我听得清楚，委员，我们让他这个有询答，所以我敢来。有询答哈，好好，我请。行政院副秘书长来就行。行政院副秘书长，我们这里是环保局副局长来可以。好，那没关系哈。继续报告。不好意思，我位阶确实低了一点。继续报告哈，你继续报告。我位阶确实低了一点。尊重一下，但是相对这个议题，我真的有熟，我真的有熟。继续报告。第二点，讲清楚啊。对，真理越辩越明。媒体在讲，这是台中队对国家队，我觉得不是，这个是地方自治在对抗中央集权，这个是环境正义之战，这是公平正义公理在对抗不公平、没正义、没道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回到我们专业的点。好，来，我讲。好，来，我们讲那三点哈。下面的废止我两条最重要的，当然被查，可是最重要的三点，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前面两点，各位，一个是室内煤仓，各位，你们在路上有看到煤在露天放的吗？你们有看过吗？所以我们在环保署中央的法规里面4选1，地方当然是加严，我们选叫他盖在仓库里面，我们不是叫他盖在101里面哦。盖在仓库里面，给他盖木团的，就这么简单的诉求。4年来一直有效，到3月13号之后没效，盖一半的没安娜，盖了谁安就没安娜。第二个，禁用石油胶，这马公安内比赛，各位，石油胶台湾已经几年没有用石油胶了，几年没有用石油胶了，这个也说无效，所以这是空法修正没相关的。
哦，四年来一直这样。好，再来讲空屋法修正有影响的，影响是什么？空屋法107年8月修正啊，我上一次的许可证是在什么时候核的？在106年核的，那时候就把自治条例，因为自治条例是105年就过了，我就把自治条例的条文就放进去我的许可证里面。所以这一次再核里面新的空屋法修得很明确，我不能再把它加严，必须照原来许可证的方法。所以我就把2年前106年的，我继续在今年年底之前，也就是说我在空屋计划还有效105年跟108年的时候，中央核定过我的所谓的空屋房子计划，我必须满足那个条件，所以我赶在今108年的12月3号之前，赶快照原许可证内容再核给台电。所以我是照原来的来，所以我还是符合最新的空屋法的要求。所以这几点真的是大家可以来好好思考，针对这三个重点，再麻烦各位跟我们多指教，谢谢。谢谢我们环保局副局长哈，来哈，还有没有其他机关要补充说明的？我们前市长哈林佳龙市长没有来啊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开始询答哦。这个本会委员哦，发言时间8+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分钟。那因为这件事情是事关台中的这个哈，台中选区，所以中部哈这边台中选区的委员呢，我们也比照本会员哈8+2分钟。有潜力，以前原住民也是这样子哈，原住民事件我们让他非本会的原住民委员也让他8+2分钟哈，让他们确实的这个更清楚的来互相的来询答哈。这个发言截止的这个登记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临时提案啊截止提出的时间是11点，我们在询答后处理哦。那我们先请哦，我们请登记1号的杨琼英杨委员哦，谢谢。可以了。主席，本席想要邀请法务部，哦，请法务部这个陈次长啊，也请司法院，啊，辛苦了。是司法院是中庭检庭长。黄法官，哎，主席，你们的这个荧幕没有啊？是吗？能开机？这样可以吗？没有。哦，好，掉了，好，没关系哈，等一下哈。这个那个内政部哈，跟这个秘那个行政院呢联络哈，能够等下跟我们回报一下什么情形？开到11点半嘛哈，那个院会，哎，可以内政部的联络人呢，看一下现在我们部长人在何方啊？好，谢谢。好，没关系，不要占大家时间，我们就看那个电视的上面的 monitor 啊。好，杨委员，主席啊，以及我们法务部跟司法，那么今天所有列席的各位长官以及各位同仁、新闻界的朋友，我首先要在这边向防疫的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我也敬佩陈时中部长，他昨天在卫福委员会，他亲自来做报告，报告完他才离开，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今天我们理性的要来讨论这一个议案，也就是法律的司法性，所以本席也希望
待会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法的立场，因为防疫的人员非常的辛苦，全民都在防疫，台中加码要防癌，所以我希望，本席希望大家以同理心来探讨这个议案。行政院护航中火，宣告台中市的生美自治条例是无效，它的理由之一是什么？请大家听清楚，是因为台中市对生美的防治标准比中央还严，请大家听清楚。根据台中的规定，生美只能堆置在什么地方？封闭式的建筑内。这是在105年所通过的法律，经过中央所核备备查。但是中央的环保署在这里，中央的固定污染源、易散性粒状污染物、空气污染防治呢设施管制办法，生美除了堆置在室内之外，还可以露天放着，只要加围篱或者是盖防尘网，喷水喷洒化学药剂，那就不用摆在室内的密闭式空间，而且粉尘网跟喷洒的药剂只要覆盖或喷洒 80% 的面积就可以。在座的各位委员、全国的民众、司法界朋友、主管机关单位，有谁愿意？今天台中市的自治条例是严于中央你们所说的这个条例。刚刚满心欢喜听到经济部说，减煤是我们总统的方向。既然是如此，为什么独厚中部地区人的痛苦？所以接下来本席要请问，固定污染源、易散性的粒状子污染物、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办法，它是行政规则，请教法务部次长，还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请。那个办法是经过空污法授权订定的法规命令。对，所以它是行政规则嘛，它并不是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嘛？不是，是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律所授权订定的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是内规啦。对呀、啊，这个是法规命令，所以它是一个行政规则嘛，是一个内规嘛。刚刚法规命令的、啊，不是法，当然是法规命令啊。对，所以刚刚我们的秘书长有说，还是哪一位说的？这个撤销是经过综合各部会所讨论来的结果，这个我们都听到，都有录音存证。所以行政院想要拔掉台中市的生美自治管制条例，它是地方议会所通过的民意基础。当中央的行政规则跟地方自治条例冲突的时候，当中央的行政官员杠上地方的民代的时候，它不是中央就比地方大，因为我们的法规条件是比中央还要严格，要照顾民众吧，要照顾民众吧。所以就此案，本席要说，台中市环保局处分台电违法，它不是中央来拜托我们台中市环保局办理的委办事项，它是台中市政府依照地方自治事项，所以地方自治条例的效率优于中央的行政规则。不是这个，所以行政院将这样的位阶置民众的健康于无物，本席要在这边强烈的说明，如果是这么样的一个处置，那以后的地方自治条例等于是戏呀啦，不可以如此。所以空污法第28条，市长，公司场所固定的污染源所使用的燃料跟辅助燃料，
韩生梅等等，因取得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发的使用许可证，使得为之。那么，在我们这个空屋法的第二十八条，很清楚的说，核发许可、燃煤许可，它是属于地方政府的权责，中央无权干涉。所以，次长，本席要跟你讨论的是，我们希望这个中华民国，它是有法治的。所以，本席这样要听到你的意见。依照《空屋法》第二十八条这样子的处分，而且从105年开始到108年年底，他也已经送请行政院备查，一切依法来执行。请教市长。跟委员说说明一下的，在法治面来讲哈，我们要提出一下，在地方制度法的30条第一项，自治条例是地方政府可以定，没有问题哦。哦，自治条例，但是30条第一项说，自治条例跟宪法、法律或基于法律授权的或上级自治条的法规命令哦。所以刚才提到说，那个办法是空屋法定的法规命令，所以它有它的上位效果。哦，所以地方自治的所定的这个自治条例不能够抵触这个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这是法治上了。我先说明一下。那至于说那个空屋法28条，它确实有规定说，这个许可证是由地方政府来核发，没有错。但是呢，行政院的函里面是有提到了，这个函因为函是比较专业性的，就不是法务部这边的规定，的权责了哈。它有规定说，这里面不再核发许可证，不再核发这个。交那个石油交啊，这个是吧？污染源石油交使用许可证等等这些，认为是这一些的有违背母法或母法授权的法规命令是这样，并不是说全部否定地方政府许可证。好，这个次长您所做的说明，对这个条例自治条例重点的这三点，这个规规就这三点、第一个，中央政府告诉我们要减煤，对；第二个，告诉我们石油交不要使用，而且。第三个东西，我们的生煤要放在室内，这三点是重点。取消了这三点，这一个地方自治条例等于是零。所以，本席再依照司法院2016年司法院公布的大法官解释738号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主张为了公益，地方自治条例可以制定比中央法律更为严厉的管制标准，可见的台中市的规定是比中央还严，所以依照大法官的解释，台中市政府并没有违法，并没有违法，所以台中市的自治条例是台中的立法机关市议会所通过的地方法律的效力。在我们市字第738号解释之后，只要不违反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即便地方跟中央发生立法竞合，重点在这里，发生了立法竞合，在公益优先的原则之下，可以优先适用地方自治条例。这可能有请您请稍等，本席请司法院是，请做说明。是，谢谢委员哦。委员也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一件已经产生，就是说关于地方的权限跟中央的权限，还有刚才委员提到的四至七三八号解释哈、所以这个因为已经产生争议了哈、在司法机关，刚才委员也非常的了解到，就是说非常。注意到这个程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所以在我们在司法机关的立场呢，这以后的争议可能有待于，可能是以后可能会走刚才释宪的这个方式来处理，所以在这边目前我们不便就这个部分来表示意见。所以司法院的说明，各位行政主管，请你们细听。第一个，生煤要减，第二个，石油焦不要用，第三个，生煤要放在室内，这三点重点都是你们推动的。为什么地方自治法所定的条件是比中央还严格？
为什么你们要开放生煤在可以放在外面？喷水喷洒的部分只要 80%， 我们供出去给民众。难怪中部地区的人除了防疫，我们还要加码防癌。所以我在这边非常诚意的来拜托我们的法务部跟司法院，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应该以公益为优先，让人匪夷所思的取消这样子的一个条例，用意何在？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拜托中部地区的人，将近690万人的健康，拜托请为我们主持公正，我们一定会为中部地区的人民的健康维护到底。谢谢。谢谢我们杨雄英杨委员。接着我们请林文瑞林委员。谢谢。主席，咱请行政院跟内政部哈，请行政院哈，您请何副秘啊，啊内政部啊，陈次长，谢谢。啊，咱秘书副秘书长哈，啊你好，咱台中市政府哈，去年底生煤使用这个超量哈，依生煤使用超量。啊，撤销台中这个火力发电厂，有这个两台这个做机组的许可了哈。啊，这本来是属于地方自治权限的这个范围，好、哦。但因建议吼，在咱这个全台湾拢咧无用防疫抗疫的时间点咧，啊，先是这个做环保署撤销中市政府的这个对中火的这个处分啦哈。啊，刷来咱先建议个。发函哦，台中市政府啊，这个做说明台中市公司场所管制生煤甲禁用需要交自治条例部分条文抵触空污法，吼、哦，这是拢最近发生的代志吼。啊，当然包括固定污染源、易散性粒状污染物的这个空气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就是宣告台中市啊处分中火生煤。自治条例也部分条文是无效，吼、哦。啊，照我所了解，咱这个生煤自治条例吼、哦、是自2016年啦，吼、哦。咱林佳龙担任市长的人来制定的，啊，当时嘛经过市议会三读通过，吼、哦，啊来施行，吼、哦。啊，当时呢，咱啊林佳龙市长嘛，啊是伫伊的 Facebook 内底讲市民。终于能吸收到清新的空气啊！哈啊，这个诉求已经获最正面的回应哦。好啊，跨出今天这一步，历史一定会留下记录啊！哈，这是当时的说法。哈啊，当时的法制局局长就是今麦中选会这个做副主委哈啊，陈朝建哈，伊嘛伫当时的台中市议会表示讲，自治条例制定上哦，有四大法规哦，哈。啊，拢未甲现在中央的法律抵触，吼、哦！啊，本身想要请问咱行政院吼，啊，当时的林佳龙市长甲陈条件副主委拢讲，啊，这地方自治的这个做条例甲中央法规啊，无违啦，吼、哦，无抵触。那为何咱即马吼，这個、时间点再来讲宣告无效？安尼咱行政院，咱是对这个地方政府。阮的干扰率颜色之分嘛，吼、哦，啊，互人会质疑讲行政院有两套标准，甚至是对人无对事哦，吼、哦，啊，那安尼话，苏贞昌院长是毋是嘛爱，即个做承认当时的台中市长林佳龙啊，伊当时就违法乱纪，啊，请教咱副秘书长啊。是，感谢委员哈。我才拄啊已经有大家说明了哈，就是讲行政院其实绝对唔是讲要来对地方宣战呐。咱嘛是最主头，咱都肯定对林佳龙市长甲
前市长阿迪跟咱卢秀燕市长在对房子空位罗兰哈，所以你头都讲诶，阮有认为讲林佳龙市长的时代有违法无？我告诉您哈，阮今仔日宣布这个无效的条文，是因为2018年对咱的迄个空屋法修正以后，主要是这个因素。啊，若讲另外两项宣布无效的，迄其实伫2016年1月哦。迄当阵是张善政院长啊，咱迄当阵马政府执政的时阵，张善政院长伊都报起来。迄当阵的环保署就认为讲嘛是违法啦，好，所以唔是讲，即阮即对苏贞昌院长来讲，伊是打起来啦，好，因为请到说从张善政院长以来，也一定因都没有去处理这一件事情啦，哈。不过那是安那今嘛用处理咧，就是因为咱的空屋法。第107年做修正，是因为安尼咱只认定伊违法，所以这是立法院的决定。好，两年前呢，这个空屋法咧修正的时阵哈，都足侪专家学者哈，都表示讲，即便具有统一全国法秩序的立法，哈，介入的正当性哈，仍需容留地方自治团体相当程度的而且立法行受空间呢，哦。属于会当就家己的事务、家己自主的规划、吼、甲决定的权限，或者咧，会因为规范的密度过悬啊，吼、而来侵犯着地方自治团体受宪法保障的自治权，吼、有违宪之余咧，意思就是讲，就算你空屋法对全国的空气污染设有一定的规范啊，但是仍然得容许地方政府。具有相当程度的立法保留空间，地方政府自主规划与决定的权限，与赶快取得宪法的保障啊！好、哦，所以本想请要请问咱行政院跟内政部，空屋法伫两年前修正，如果因为新美自治条例抵触空屋法，为何咱当时唔宣告直接来宣告无效，那滴滴拖到今嘛再来进行？哎。我甲委员报告哈，其实咱对迄个空屋法修正以后，2019年，阮就一直询问吼台中市政府，要求伊啊检讨啦，唔是讲今仔日只要求啦，啊是已经来来回回做一遍啦，是即马只嘿，即马只决定安尼啦。这就是我个人嘛感觉讲真奇怪，这款代志应该是中央甲地方伫即个。2018到即马即个时间点，恁甲台中市政府本来就拢爱会当协调出一个非常好的妥协的即个改善的办法，吼、哦，无应该行到即款地步嘛，吼、哦，啊，造成即马大家的困扰，吼、哦，啊，我则是感觉讲，依照咱大法官释字第592号的即个解说吼，基于法律的安定性原则上啦，如果法律抵触宪法吼，啊，拢采用向后失效。好、哦，向后失效。以前意思就是讲，啊，这个做就算新美自治条例，伊真正是抵触到咱的空屋法，嘛也是会当为讲宣告失效，吼、哦，宣告失效了后才算无效，吼、哦。啊，这个进程当中，市政府伊所做的这个也做处分，嘛是拢啊算有效嘛，对不对？啊！咱行政院奈个台中市政府讲注释无效，好。我这边请经济部来回答，好，继续回答。好。这是哪个单位？我们法规会说明一下。法规会主委哈。啊，报告委员哈，我们这一次函告无效是从。新的空屋法修正之后才无效，不是自治条例公布的时候无效，其中的涉及到这个空屋法修正的部分的是这样子。那有第三条，就是自治条例的第三条第一项跟第四项的部分，因为当年在空屋法还没有修正之前，它就有所抵触的。那所谓法律抵触。下位法抵触上位法无效是致使确定的无效，所以我们从它抵触的那个时点来决定它的效力，并不是说全部都是从空屋法
自治条例不是从自治条例105年1月26号公布以后全部都无效。好，啊，最后了哈，因为时间关系哈，咱政府哈啊，声声句句拢为着维护人民的健康，不惜一切代价。啊，即马为着中会继续咧运作哈，啊，这是不惜一切代价哈。啊，就是无效可能会延伸出赔偿，而且诉讼等问题哈。我咱唔知讲咱行政院会造成民众困扰啊哈。啊，请问行政院唔知做好相关的准备无？赔偿诉讼，咱就是因为惊走上赔偿诉讼的问题，而且宣告已无效。这个部分我用请环保署来回答，好不好？好，好，是。陈委员报告哈，那个如果是在自治条例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抵触的部分，当然就不能够去啊，就因为有部分的条文是抵触这个空污法，那部分是因为啊这个空污法修正之后才有的，空污法之前啊修正之前是就已经是违规的部分，还有空污法之后才违规的部分分两种，那如果之前是已经写在许可证里面，空法修法之前写在许可证里面的话，是可以处罚的，引到空法是可以处罚，那个部分当然就不会有国赔的问题。但是空法修法之后，那个部分已经有提到地方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的时候，要回到中央，那这个部分自治地方自治这个部分就会抵触这个空法，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有涉及要去处理的部分。好，安德，谢谢。是。好好，谢谢我们林委员哈。接着我们请林思明林委员，谢谢。好，主席。我们请那个副秘书长。好，请那个何副秘书长。还有保护次长哦，还有我们保护部陈次长。环保署。环保署哦。沈副署长。沈副署长，请上报告台，谢谢。副秘书长哈，还有我们次长哈，还有我们副署长哦，还有各位委员哦，大家好。我想这个本席是新科委员的哦，但是我对于说我们的行政院对直辖市所订定的自治条例竟然拖了4年才宣告它无效，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的政府在法治的这个解释或政令的一个解释，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落差，而且浊世今非，林佳龙市长的时候没有去讲说这个是无效，到了卢秀燕市长我们把它宣告无效，所以怎么会这样？我想难怪我们的所有的委员或者是我们的民众会对中火这一次的这个宣告无效这个议题啊，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不满意了哈，真的是中部的民众非常的不满意啊。那我想我就法治面来请教啊，我们的副秘书长啊。首先我想请问行政院环保署哈，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台中市政府这一次呢，他对于我们的中火的3次处分，那么经过贵署把它撤销嘛？请问他提行政救济没有？还没有收到。嘿，我刚才有请教那个市府的环保局的副局长，他说他们提起行政救济的了应该提起了吧？那个环保局副局长，台市府的环保我送到哪里？啊，在走行政救济了嘛？哈，是，他是跟市政府提的，他有提行政救济，对哦，有提成，你们还没收到而已。那我想请教一下法律问题，行政程序法117条规定的非常清楚啊。那个我们对于下级机关的行政处分，我们得撤销的情况是什么？一定要等到行政救济程序结束啊。那我请问你，你现在凭什么跟他撤销？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是。
依照行政程序法117条里面是提到说等那个程序走到一个结束的时候，对，但是这种情况结束之后都可以来撤销。那当然在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已经认定他这样是有违法的，因为那个程序可能会走很久，这个我组长当然是可以，组长我是律师，是我是法律人啊，这个有条文明明规定违法行政处分要等到行政救济结束之后你才得撤销啊，违法行政处分写那么清楚啊，所以你现在 你已经完全这个侵犯我们的司法权了、欸。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跟啊、所以你法律这边得到有一些法律见解。我请问法务部次长，请次长回答这个问题。行政程序法111条是确实是规定说行政处分那个是要救济期间经过了。是、哦。那这个部分在学理上呢，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查案是不，当时条文是这样定没有错。对。可是施行的20年来呢，是有外界，还包括实务界在提出来了哈，好，包括学理那个是说，这样的话呢，既然要等到确定可能好几年、好几个月、好几年以后哦，啊，这样的话呢，那个危险或是损害会发生的，好，但所以是的，他从这个方向来做哈，是另外一个学理上的依据的，说法律明文规定那么清楚，说一定要行政救济程序结束之后才得撤销。那现在还明明你这样做不是就违反我们的行政程序法吗？学理归学理啊，现在是讲实际面啊。哎，对，实务面上事实上有人这样提过的哈。那这个，那我们尊重最后法院的判决嘛，哎。对啊，所以要等法院判决之后，你才可以撤销。撤销以后，另外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这个撤销哈是错的啦哈。到时候如果我们的台中市政府的哈诉愿是成立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对得起国人啊，对得起台中市政府了哈。你这么急着就把它撤销哈，那我再另请问一下哈，我们行政院这个在3月13号，我们才把这个函告说这个那个条文346条是无效的嘛，这是条例第3、第4、第6条是无效的嘛。那我刚才的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那为什么4年？这4年期间完全毫无作为，这个过程因为华部没有参与了。不过我相信说，刚才副秘长也提到说，中间呢可能有一些沟通的过程，这个可能要环保署或是经济部可以再做了解，好不好？是，好，那我再请教我们的副秘书长哈、哦，那您刚才的业务报告我有仔细听了一下哦，您说您这个行政院当时有就这几个条文核备，有核备吗？不是。就是整个自治条例，他市政府送到行政院核备的时候，我们行政院有核备吗？对，这是备查。有备查吗？有，我们现在就是有备查。3月13号，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予以备查。我们只有宣告部分条文是无效。因为我刚才看到您的业务报，你写得很清楚，你是到3月13号，其他条文准予备查，这346条宣告无效。所以在这中间过程你完全没有被查，对不对？这中间的过程当然从詹善政院长开始就没有处理这件事。对，我说现在不要推到前朝，我是说之后到105年1月16号他公布施行之后，你们他林佳龙市长送被查嘛，你们就没有被查，对不对？那时候是詹善政院长，没有备查嘛，哈，我是讲林佳龙市长，我现在对他那时候送上来的是詹善政院长嘛，对，不管是不是詹善政院长，哈，他们延役，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那个好，我再请教你，那你们就是没有备查嘛，他就送去行政院没有备查嘛，对不对？就是当时中间因为中央政府确实也认为说有抵触空污法啦，是一开始就认为是啊，所以我现在我知道不要插请他延役，所以你们没有备查嘛，是不是这样？一直到3月今天前几天3月13号你才备查嘛，是不是？我是问你这个问题，对不对？是没错。好，所以没错嘛，哈。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们那个林佳龙市长他在脸书啊，或者他的法制局长啊，他公然跟媒体跟台中市民讲，他说这个案子不管行政院有没有备查，只要我们自治条例有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议会通过，它就已经生效了，是不是这样？不用备查就生效了吗？是的，我们虽然没有备查，可是它是有效力的。它是有效力的嘛？是，这是没错。它就已经有效力。那现在问题又来了，既然没有备查就有效力了，那请问你现在你的这一次的3月13号的
的这个的备查，为什么讲说其他准予备查这三条你宣告它为无效？它都已经生效啦，不用你备查，不用你都没有，这是一个形式嘛，你都没有意见，你都不能去反对它啦。是一个形式，对呀、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负责任的这个表示嘛。我们当然也可以，就是把它割。所以我现在就是，是啊、是你讲这个就是很奇怪的政治操作。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年，在林佳龙市长的时候，你们完全不去给他做任何的一个沟通，去跟他讲说，哎，这个部分你们当时行政院环保署你是有意见的嘛？台电也有意见嘛？我们有看你的整个一个对于这个条例的，你们有签署你们的意见嘛？那为什么在105年到109年，你们完全任由台中市政府的林佳龙市长，甚至他的法制局长对媒体对外去宣告说这个自治条例是有效的，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放任？主席，不好意思，我再去想一下啊。是啊，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哈，就是自治条例本身是没有罚则的，所以当时是用报备查就可以，我了解这地方制度，不用核备，我了解，不用核备。我知道，我说备查。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因为在林佳龙市长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并没有自治条例引用来做处罚。好了，我想后来也说不清楚了，把它写在许可证里面。其实我现在我总结了，其实啊，我是觉得说这个案子哈，我想我们真的后来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真的叫做浊世今非了。林佳龙因为对于空屋的问题，台中市民他觉得说他要有一个交代，所以订立了这个自治条例。这个自治条例制定之后，他就对外大力的宣称说他的政绩，他要连任。所以现在卢秀燕当选市长，你们就完全因人设事，就去宣告说这个条例是无效。跟委员在解释啦，就是这个关键其实是空屋法修正，而不是市长异动的问题。好，我跟你讲我的意见啦、啊、你们一直讲空屋法修正哦，我讲公投法去年前年也通过了，我们的这个反空屋这个议题，我们希望我们逐年这个燃煤的来发电要每年减少1%，这个800多万人都通过这个公投法，所以减少空屋、减少燃煤是所有全民的共识。那现在台中市政府加严说，我希望说这个燃烧用煤、这个生煤燃烧的发电能够减少。我们觉得这完全符合这个公投法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政策，完全符合民意啊。他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是完全符合我们这个所有的民意啊。那为什么我们的行政院在修空屋法，反而呢？要去限制它，所以这个修空屋法的你的这个当时的方向就错了嘛？你应该配合他的自治条例去修，跟他一样的一个自治，就是符合他自治条例的规定。你不是，你反而卡他，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行政院完全违反我们的这个台中市民的一个全民的共识。是我们立法院修正的，我知道，但是你们决定，你们提出来的一个意见嘛，我们举手取不赢你嘛。我们减煤的立场决心不变，这个容许有经济部有时间说明好不好？所以我知道，反正就是因为现在发觉电力不足了哈，现在就因为经济部的提出的意见。哦，我想我们行政院才会去这个对这个自治条例去宣告无效了。总结就是这样了，不要再掩饰了了哈。谢谢，谢谢我们林委员哈。刚法务部次长不是有说吗？这个如果没有照行政程序法来违法来撤销这个处分，就应该赶快修。你们觉得行政法有错，赶快修啊？怎么会赶快送过来修啊？对嘛？因为他没有按照行政环保署没有按照行政程序法，要等到确定嘛。你刚不是说没有吗？学理对，那学理就不是现在实行的法律。赶快，你们觉得学理有道理，送过来修。有争议的，对，我们考虑。你们应该要送过来修，那在修之前还是要依法行政啊？怎么可以？就可以？你想要引学理就引学理，现在的法律就不用用哦。对，还没修正嘛。还没修正，怎么可以违法呢？啊，谢谢。好，下面我们请叶宜兰叶委员哦，谢谢。好，各位请先回座哈、哦。叶委员哈、哦，谢谢。
主席，我现在先让大家坐着听吧，因为好不容易在自己的委员会里面可以多一点时间，强迫大家要来听一下。我今天在中国时报上面有一篇投书啊，谈到的就是到底是真的民主进步呢，还是一个专政退步啊？刚刚其实林思明委员已经说了，我们要干净的空气，我们反空污，其实这是我们宪法给我们的生命权跟健康权。在前年的11月24号，我们的反空污公投是15个公投案里面最高票的，知道多少票吗？795万。那一年国民党大胜，但是国民党县市长的总投票数是多少？610万，就代表了其实对于反空污要健康，人民要活下去，这是不分蓝绿不分年龄的诉求。 But who cares， 没人鸟你啊，因为按照我们的公投法第30条第1项第2款，行政院在我们公投法通过之后的3个月之内要严厉相关的法律提案送立法院审议。事实上行政院有没有做？没做，违法。那么在公投法第30条第1项第3款说，有重大政策的这个创制，我们应该要由总统或行政院为实现这个公投案的内容要做必要的处置。行政院或总统有没有做？没做，违法。行政院在2年内不可以变更这个创制案内容的施政，有没有做？不是没做，现在行政院正在进行违法的事。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公投法里面，刚刚林思明已经讲出来了，这个公投案的内容是你是否同意以每年平均每年至少降低 1% 的方式来逐年降低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林佳龙市长他在2015年12月23号，哇，很高兴哦，非常非常高兴。佳龙曾经那么开心过哦，他说改善空污台中迈出一大步啊。然后这边就讲了，空污原因虽非单一，但是管制生煤具有高度社会共识，跨出今天这一步，历史一定会留下记录。今天的民进党政府，历史也会留下记录，因为你们漠视了，连林佳龙所这个市长都已经讲过，具有高度社会共识，管制生煤了，你们还继续在做。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欢欣鼓舞的发现，其实林佳龙很这个市长有很多人去分享哦，有153则分享哦，但是今天却是一场梦。除了林佳龙市长之外，蔡其昌我们立法院的副院长，其实当时他也是觉得很重要的，他认为哦，深澳电厂已经停建了，中火燃煤机组要退场，这是在前年公投之前10月13号他也曾经这么关心过了。不但除了他，还有经济部长沈荣津，我们赖神啊，还有我们的钟秋秋，我们的行政院长，通通都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凭什么我们这些违法不作为？你违法就无妨了，但是你对于民怨丝毫不理啊！我觉得很悲哀，但是我接下来我还是要 cue 人啊，我要请
法务部次长陈明堂陈次长。次长好，我们的行政院的，我个人认为啦，哈，当然法律实务上您是先进啊，但是我觉得行政院的宣告本身是违宪，我刚刚已经做的说明的，是违法的。苏贞昌所代表的行政院违反宪法，违反公投法，违反了地方制度法，违反了空屋法啊。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哈，当时在104年，林佳龙市长在推动这个台中市的管制声媒条例的时候啊，他说这个他就很高兴啊，说这是已经跨出一大步。请问那个时候的台中市声媒管制条例依法是要送中央备查，还是要送你们核定？这个部分是送中央备查，自治条例是送备查。所以既然是备查，我已经讲过了哈，我自己的这个法学素养不如各位哈，但是既然是备查，所以自治条例它就是始终就是有效的法规，对吧？法则的部分是要送核定的啦，有法则的部分的哦。但是它始终是有效的法规，你们并没有对啊。然后他在105年1月26号制定了台中市声媒管制条例的时候，也按照了地方制度法来函请行政院备查，这个法定要件，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完备了，已经是有效的法规。行政院在这个实施4年之后，才突然宣告这个条例无效，这考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刚刚其实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我听到各位官员好像鬼打墙一样，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从您的口中听到到底考量的主因是什么。这个考量主因的部分呢，法务部没有参与的，不过呢，据我们所知道呢，是各部会相关部会了，业管部会他们是有沟通，经济部也有沟通过了，是不是要经济部曾市长要不要说明一下？好，他中间是有沟通哦，有沟通过空法是。那我只好那个应我的老朋友啊，那个次长之请哈，我请这个经济部好不好？经济部啊，顺便请环保署好了。环保署，否则环保署会觉得我太不关照他们的。会要跟你请，因为职权是在行政院嘛，哈，我的沟通嘛。市长，议员你好，那个刚才问的那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是针对地方自治条例的函告无效，他的那个权责在院。直辖市的自治条例权责在院了哈，所以院法规会今天也有到。不，好，不是那个市长，您先不要跑，您先不要跑，好不好？好，来，我再请教一下了哈。那您当时哈，我们看到72年前哦，在接近选举的时候，你们也停一下子说要盖升到这个燃煤电厂，但是后来决定停建了，为什么？我们有寻找到其他替代的发电的来源。是因为有干净的煤嘛，对不对？因为赖神说找到干净的煤，那个委员，我刚才的答案跟你现在解释的是不一样，那是什么？我们说我们有找到天然气的发电的机会。哦，又找到天然气，那现在又没有了，所以台中火力发电厂要继续努力的烧，台中火力发电厂已经减了，对对，过去3-4年已经减了将近600万吨的煤，所以这个是我们这是实际的结果，不是预期。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嘛，这个对不起，我们这个赖神说这个电厂不盖了，那这是科学的专业。我希望你们讲的要科学的专业，要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但是刚刚这个被 Q 到的那个环保署的这个副署长了哈，我请问你，你空污法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为了防治空气污染，维护环境跟国民的健康，是没错，还是为了要挡，为了必要的时候来听一下这个台中市的那国民党的市长？没有错，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健康，维护环境。我的友党同志在这边刚刚还跟我讲，他们昨天还开了记者会说环保署可耻啊，说是腐凿的痕迹太深，为了要挡卢秀燕，为了要打卢秀燕去修空污法。可是我认为环保跟这个卫环一样，这个是不分党派，这是照顾所有的人民的，是不是吗？是，所以是那个二
为什么我们大台中地区600多万的人民的肺不重要，他们的健康不重要，他们的生命不重要？这是本席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台湾民主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刻。谢谢，谢谢我们叶委员哦，各位请回座哦。接着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哦，谢谢。台中委员哦，李兆本会委员10分钟，谢谢。10分钟，好，谢谢。这好，谢谢主席。请行政院的秘书长。秘书长，秘书长没来。秘书长没来。来，内政部有没有来？内政部，赶快联络国会联络人。环保署。沈副署长啊。经济部。哦。好，来。曾次长。哪一位要先代表回答？好，副秘书长啊，好，我先请教一下，来，105年1月26日，台中市政府制定生煤管制条例，啊，是，这个制定的时候啊，当时的林市长有公开讲，他说，虽然啊，当时中央有不同意见，但却未被宣告无效。那你们今天的报告讲说，本自治条例于105年函报备查时，相关部会机关即认为有抵触空法相关规定之疑虑了。所以到底你们态度是什么？行政院的态度对这个自治条例的态度是什么？是无效还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啊，林市长当时的那一个说法，当时是在詹善政院长的时代，然后他有抱怨，那时候的张院长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所以那你们上来之后，那可是的地方自治的法规，他被查，他报备查后，其实他是有生效力的，有生效力。对，可是呢，我们现在3月13日的我们的态度是，这个案我们全案是准予备查，可是里面的部分条文，我们宣告它无效而已。那部分条文为什么现在才宣告无效？因为不有牵涉到空污法修正，2018年，那是107年的事啊。是，那时候也还是林市长啊。对。啊，为什么当初不直接宣告无效？因为为什么要拖到现在？超过一年了哎、欸。沟通那么久吗？是的，非常久。沟通这么久吗？我来回非常多次。我看是等到了台中市政府真正开法了，你们才觉得事态不对，你们才觉得应该要让它无效。所以这是选择性办案，选择性的依法行政。如果前一任的政府，你说张善政还没有回应，那时候是过渡政府，虽然他们也发了一个通知啦，哈，也有告诉他们啊，当初也有回啦，啊，就是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说完全就是不抵触啦，但是没有处理是没有错。只是换了新的政府上来，也隔了几年了，4年了，你们才来处理，这个难免让人家觉得你就是选择性的依法行政嘛。好，好，再来。我也可以容许我们补充。先就这一个部分哦，我先跟各位讲啊，因为你说抵触空污法，如果空污法通过，你马上发文给台中市政府说这个抵触，哪几条无效，台中市政府大概没有话讲啊。好。当然，如果台中市政府还认为说那是有效，那可能就要打市县的官司之类的啦。可是你们没有做这个行为啊！你等到台中市政府针对电厂这件事情去开罚了，空污这件事情去开罚了，或者其他污染的事情去开罚了，你们才发给他说：“哎、欸，这无效。”好，这无效后面还有延伸其他的哦，国赔的问题我先不讲，我先来讲地方自治啊。你们的回答、你们的报告都一直强调说，地方的自治条例违反中央就无效。那你怎么不反过来讲，宪法所保障的地方自治精神是什么？你们通篇不讲啊，通篇不讲地方自治的精神啊，对不对？那我就念给你听啊，《大法官释字》第498号，
地方自治为宪法所保障之制度。啊，而且这里面写得很清楚了哈，地方享有自主与独立的地位，国家机关自应给予尊重，给予尊重哦。就算有抵触啦，抵触也分好几种，有一种抵触是跟法规方向相反，比如说中央法规认为这个应该限制，地方法规认为这应该开放，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中央地方实际上是一致，就是应该约制，应该约束。我举个例来讲，电子游戏场所的管理条例第九条，就是电动玩具，当初有规定，电子游戏场所之营业场所应该距离国中小、高中、职校、医院50公尺以上，50公尺以上，啊，然后呢，当时的地方政府，有些地方政府它可能人口密集，它可能都会区，所以台北市跟台北县啊，他们的规定是多少，你知道吗？台北市1000公尺，台北县990公尺，它是不是比中央远？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实际上我们的相关的大法官解释第738号的解释，这里面也提到了，地方倘于不抵触中央法规范围内，以自治条例为因地制宜，因地制宜之规范，均为宪法有关中央地方权限划分之规范所许，所许，也就是其实这是宪法上面所保障的嘛。内政部自己也有函文也提到啊，若地方自治团体认为其有因地制宜之需要，尚得制定相关自治法规而为更高密度之规范，也就是当地方认为必须要从严的时候，即便它跟中央的内容不一，实际上它是有因地制宜上面的考量的必要性，这是宪法解释所允许的。所以你今天去撤销这一个自治条例，然后以什么样抵触什么空屋法，这感觉好像是地方怎么样要破坏空屋，所以它抵触了中央的空屋法，所以你把它撤销掉，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地方自治条例的法规内容是比中央还严的，还严的，结果你们认为说这样不行，把它撤销掉。那我再来讲一个平衡性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了地方自治它实际上宪法保障，好，然后我再讲一个，环保跟经济哪一个优先？请问一下，环保跟经济哪一个优先？我们当然是要兼顾。兼顾吗？是的。你认为是这样？你确定是这样？是的。环境基本法你有没有读？环境基本法你有没有读？啊？环保署在这边呢，你知不知道环境基本法讲什么？是环保署，当然它有它的个别部会立场。环境基本法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根本大法，这是一个根本大法。第三条，基于国家长期利益、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均应兼顾环境保护，这些发展都应该兼顾环境保护。但是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对环境有严重不良影响或危害之余者，应环境保护优先。因环境保护优先，第七条也写到，中央政府应该协助地方政府落实地方自治，执行环境保护事务，有够清楚。环境基本法第三条、第七条，所以你今天撤销了这些地方自治条例，你等于违反了环境基本法里面的第三条，特别是第七条。第七条我再重述一遍，中央政府应该协助地方政府落实地方自治，执行环境保护事务，结果你行政院跳出来把它撤销掉，而且你这个撤销还很不干不脆，你如果干脆一点的话，空屋法通过的时候就把它撤销，你如果干脆一点的话，地方自治条例通过的时候，那时候你们上台就把它撤销，后面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子的争议。还有你今天把它撤销了，我们来讲一个最实际的问题，请问这个自治条例从林佳龙上任到现在
运作几年了？运作几年？超过五年。超过五年，请问有没有罚？林佳龙时代没有罚吗？有没有根据你们撤销那几条去罚？整个条例你是把它逆转了，对不对？市长当时并没有罚，而且这里面你们自己都讲说未来涉及到国赔的问题，那如果相关的单位有没有罚？我们市政府在这边呢、啊，你们回去查一下啊、哦。那就算没有罚，林佳龙时代没有罚，卢秀燕时代罚了，对不对？你现在把它撤销掉了，然后国赔要找谁？国赔是找台中市政府还是找行政院呢？我觉得这整个的法律逻辑啊，还有政策上面对人民保护的优先性，我完全看不出来行政院是站在什么角度啊？可以，你只看到站在说，因为现在的地方政府叫卢秀燕在当市长吗？是这样吗？如果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取信于民啦、啊，因为民众在看这件事情就很简单嘛，就是你到底政府是站在保护人民、保护环境、维护大家的呼吸权，还是你是站在一个政治的角度，选择性的依法行政，还有一个酌视经费的问题，对不对？你先回答我环境基本法嘛，到底你们做这件事情跟你的环境基本法没有抵触嘛？你先回答我嘛，有没有抵触掉宪法里面的保障地方自治的优先嘛？到底有没有嘛？你们回答我啊！环境基本法有没有违反你环境基本法的精神嘛？当然，其实台中市政府他也可以选择在使用市县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厘清这个问题啦哈。那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是不是酌视经费哈？那为什么在空屋法修法之后不立即罚？要跟您解释，我们曾经跟台中市政府来回沟通非常多次，从林市长的时代就开始。好，那是有沟通，可是呢，差别从林市长时代就开始了。林市长是可以协调沟通的啊，所以卢秀燕不能协调沟通。不是这样，应该这么说，卢市长当然他可能标准更严苛，所以他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那么这个部分比较激进的方式，我请经济部来解释。那个副秘书长，你的用词真的要小心。而且那个不叫激进，他是依法在执行他的。执依法在执行、啊。委员，我能跟您解释吗？就是卢市长的处罚有违法的问题，以及哦这个他的处罚有违法的问题，抵触他本身自治条例的问题哦。所以这个我请经济部来解释好吗？好，那你麻烦就是说您可能这个部分我们要理解。我刚刚讲那个大原则，你先告诉我嘛。环境基本法，啊，还有我们讲的地方自治为宪法所保障这两件事情。你要给大家一个讲法嘛，对不对？而不是我们这边争执，你把它导到说，哎，他那个罚的是不是过重了？他那个罚的过重是不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对你施政的影响，还是对其他的影响？我觉得那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可以让经济部解释一下吗？经济部要解释什么？我就是说，你要解释什么？刚刚是环境保护法，是环保署的事啊。副秘书长，你如果不想让他们回答，你就请他们下去。啊，我看有的想回答，你不让他回答。啊，不想回答，你叫他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要说明这个为什么这个卢市长的裁罚有过重跟的过重的问题？不是啊，裁罚他不是他难道不是依法吗？对不对？裁罚了以后，违法，而且然后你们才来宣示说这个无效，恐怕您要先让您了解。如果我刚才一直提了嘛，这个条例并不是今天才通过的，自治条例都已经施行那么久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提的那几项，我请行政院。你们回去回答大家，第一个宪法保障的问题，第二个环境基本法的问题。谢谢。谢谢我们江委员哈，那个台中市长都没有裁罚哦。这个
我们大概今天登记的委员比较多，所以我们大概到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休息个20分钟，大家吃饭，然后继续开会。好，那个我们接着现在请赖会员赖委员呢，谢谢。那个内政部跟这个行政院秘书长，这个国会你们再联络一下哈，谢谢。好，谢谢主席。哎，是，我想那个本席今天早上到那个我们内政委员会来，突然发现好像有一点那个走错了那个办公室，全部都是国民党的那个委员在现场哈，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针对的就是。本来以为是那个我们内政委员会的一个报告，可是这个因为招委那个换了一个主题，那现在就是我们就针对了中火的这一个案子，我们来做一个探讨了。那本席是认为，如果这个中火案它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有争议的问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就回到法律的一个层面来解决？那台中市政府若认为就是说是行政院环保署违宪，认为自己有理的话，那应该去申请就是释宪。所以就是说不太理解哈，本席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个要排定这个专题的报告。这个我解释一下，我们关心台中市民的健康了哈，其实我们大家都关心，可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那个变化，就让人家有点觉得说是不是政治上的一个操作？那没关系，既然是就是撤销，突然撤销这个行政了哈，我们还是就是说跟行政机关来探讨，就是它牵涉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争议。那我们针对了中火的争议的一个大事迹哈，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来看一下，就是说在108年11月20号，台中市环保局他说。他行函，他说是以雾散为由，所谓雾散哈，雾散来到下一张好不好？雾散，他以雾散为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写错了，他的誊本抄印错误了，然后来刊物原来的许可证，要求台电提前一年完成他的检煤，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理？还有。环保署依据行政院程序法的第117条的一个规定，撤销台中市环保局对台中电厂的一个裁处，是不是合法？还有一个行政院宣告台中市的自治条例是无效的，是不是合法？还是有政治上的一个操作？那现在本席邀请我们的那个法务部。我们的法务部还有我们行政院副秘书长来回答那个本席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好不好？哦，法务部陈次长啊，我是不是可以再请求委员先让经济部说明您第一个问题？好，好，委员。您好，谢谢您的那个提问了哈。第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就是刚才的一些讨论里面。有一个关键是说，经济部愿不愿意，就是把台中市当时所订定的自治条例是努力来达成。那我刚才一开始在做书面报告的时候，我也说了这件事情一直是经济部努力的目标，但是实质的公息跟法治的问题是两件事。今天谈的是法治的问题，那在法治的问题上面，我要跟。委员做报告，就是说做经济部督导台电来讲，我们在这个整个自治条例的实行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您提到的是所谓雾散的问题。是。我们在去年的11月20号，台电公司收到了一张公文，台中市政府告诉台电公司说：“对不起，我们过去发的深煤许可证日期写错了。”本来是说。109年要开始落实的事情，他要在108年完成，对吧？他这是第一件事，这就是您讲的雾散。
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误算？事实上，台中市的前市长，因为刚才非常多的人都不断的提到说，这个都是林市长提出来的自治条例。那我们如果在林市长执政的时候 follow 林市长对这个法条的说明跟解释，我很快把它讲完。在108年的不是误算，11月20号，台中市的市长是谁？100几？108年11月20号。108年11月20号是卢秀燕。对，是卢秀燕嘛？所以在卢秀燕市长的任内误算了，对不对？误算了这一个公文。他是说他是在那一个时候发了一个函说，对不起，是林市长的时候发了公文，发了许可证写错了。那是不是真的单纯的写错？我们认为不是，因为说林佳龙写错了。对对。是卢秀燕说林佳龙写错了，时代不是他们本人啦，哈，我想说当然市长是市府的代表，是。那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事情，第一个，106年10月12号发出来的许可证，里面是有清楚这样写的，在议会的答询，106年12月12号，市长在议会的答询也清楚的这样说。好，所以我们在去年底。11月20号接到公文以后，在12月连续收到3张罚单，是指称台电公司违反了自治条例，被连续开罚，同时被撤照。我想说，法令的执行有它的稳定度，也有信赖保护的原则。那尤其对于深媒的减量，在台中是所有人一体适用，还是只有台电公司适用？只有台电公司符合这个标准。好，那我们是不是请华务部哈，华务部来做一个补充说明？基本上呢，在依照行政院规定的那个文书的这个行政处分的误写跟误擅哈，是要显而易见的了，而且不牵涉到实质啊。是。好，那如果是就这个来讲的话呢，期限届前就可能会涉及到实质问题啦。实质问题。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用误写误擅来做更正呢？确实是有它的我们认为说有它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吧。有它错误的一个地方。好，谢谢。谢谢华务部哈，那我来请教那个副秘书长哈，你针对的能源的供应是关系到民生甚至国防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法规可以说变就变吗？政府可以随意推翻你核发公文的内容，有没有违反政府施政的一致性的原则？请你针对的这一个议题做说明。哦，当然跟委员报告啊。我们绝对不是因人设事，也不是说改就改啊。我一再强调，其实针对这个自治条例的宣告无效，是自始至终，我们是因为因应着这个空污法修法的变化，好，我们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几度跟台中市政府沟通，所以几度都就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在修正，在就是沟通，在讨论，是有沟通的。那只是沟通在无效的状况下，又发生了刚才经济部所提到的台中市政府的过重跟过于激进的这样的裁罚的，而且是违法以及违反本身自治条例的这样的措施出现，所以我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这也是很不得已的决定哦。我们宣告了这个条文，这个是全案是足以被查的，可是部分条文自爱难行以及抵触法律的条文是无效。好，谢谢。那我想这个副秘书长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我在针对的环保署行政院依据行政院程序法第117条的一个规定，撤销台中市环保局对台中电厂的一个裁处，是不是合法？那我要请华务部来做说明哈。因为它实质上的问题，这里面先牵到实质了，因为它里面的自治条例呢，有一部分呢已经逾越了，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就是空污法授权法规命令了，有逾越的哈，是逾越的吗？有逾越，所以在理由里面有那个函里面有说明啊。所以部长，我再请问你，在空污法当中，就是说环保署是不是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上级的一个机关？在目的事业这方面是他的上级啊，他是他的上级机关。那中火案是属于空污法中的一个违办事项吗？应该还是地方的自治那个许可证的核发。许可证的核发是依照法规命令，它是授权，也授权由地方政府来核发许可证的。
那我还要再请教你一下，环保署对本案有没有监督权跟介入权？有、啊。好、哦，那就非常清楚了。环保那个环保署对本案是有监督权，对不对？有。好，那我想目前国民党的那个委员质疑环保署直接撤销台中市处分的那个做法有疑虑。那我在这里还要请问法务部，如果环保署那撤销这一个处分案，是不是应该要报请行政院？环保署它是基于上级机关立场来撤销的，是它本身它一之前可以撤销，所以它要不要报请行政院？不用，不用。好，那环保署直接就是适用了哦，哈。对对，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就是说行政院直接宣告台中市的自治条例是无效的，是不是合法？合法，完全合法。它是依行政院，它是依法行政，绝对不是政治上的一个操作。对。是依照地方制度，行政院是依照地方制度啊，针对自治法规的无宣告那个啊函告无效了哈、哦，是函告无效的。哎，好，跟环保署的撤销这两个具体撤除撤销不一样。好，谢谢霍秘书长，我再请教你一下，这真的是史上第一次，像卢秀燕市长称那个他所讲的，就是说这个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次针对的已经实施四年的自治条例，为了护航台电，为了护航部分的蓝莓电厂。然后去宣告自治条例部分条文的无效吗？啊，不是，我跟委员报告，刚刚你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吗？是在两年来就有11例，我请法规会主委报告一下，好不好？两年来有11例，是不是那个法规会做一个说明？对，我们过去从107年的1月1号到109年的3月13号，我们一共有做了11个法地方自治法规函告无效的。那这个地方自治法规呢，包括地方的自治条例，像台北市的公民投票自治条例，还有台中高雄市的这个法规命令，台中的也有。桃园市的也有，新北市的也有，所以这个这十一条就是之前就已经发生过了。对，之前就曾经有函告无效的这种情形。是，好，那我想是不是本席在这里就是做一个探讨，因为有学界的一个讨论，就是说他认为行政院宣告自治条例无效是违反自治条例保留的原则。那认为本案它可以适用在那个738案的一个解释，那我在这里还是要再请教一下法务部，是不是适用在738的一个解释？七三八号解释是没有，应该是不同的啦。不同的。738号解释是针对说它的量嘛，50公尺、500公尺跟100公尺这个量的问题啦。事实上呢，在整个整体来讲呢，它违反了法规明的规定，它有值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呢，抵触的部分除了值跟量，还有不除了量以外，还要考虑到值的问题啦。啊，那如果说在法律跟法规命令没有规定的情况之下，那是地方可以来做。可是呢，法规命令已经明确的说，它有3种、4种的选择，那地方法规又把它只限一种，这个就有抵触的问题。是，那部长，我再请教你，到底是特别法跟普通法是哪一个位阶是比较高的？本来是特别法与普通法，不过在这个位阶上面呢，是有一个法阶层论的，就是宪法、法律授权法规命令跟上级地方自治法的法规自治条例，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它受到这个下层啊上层的拘束。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赖委员哈，嗯，接着我们请审发会审委员呢。主席哈，各位同仁哈，我想今天在开始质询之前，我要在这里表达说，对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一个遗憾了哈。今天这次我们这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讨论一个错误的议题。昨天是我们疫情吃紧，全国我们这个前面尽管的宣布，今天是第一天，前面尽管的第一天，结果我们内政委员会。要讨论一个中火案，然后要求负责协调各部会的这个防疫工作最重要的秘书长都要来这里报告，然后要求负责出入境管理第一最重要的内政部长
来这里报告中火，然后要求甚至更离谱，我们要求这个机场防疫第一线负责的交通部长以前台中市长的身份来这个委会做报告。这个我来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个主席不用说明啊，你要说明啊，这不用说，不用说明。因为议程要在，我跟你讲，这个大家，这个大家公平，这个社会大家来公平。社会所厌倦的。我要在这里讲啊，我就今天就看到这个我们国民党的委员，大家这样动员来这里帮卢秀燕维事哦，我实在是替你们很担心呐、啊。你们回去问一问你们的选民，他们今天关心的是什么事情？是中火吗？你回去问问你自己的选民，他选民看到你今天在立法院，他本来今天开电视想要了解我们现在的疫情，结果一开哈，我们选出来立法委员都在立法院在讨论中部台中的火力发电。好、哦，这个我先表达我的遗憾了、啊。接着我请这个，虽然是跟法务没什么关系了，不过既然是这个我们市长有来哈，我就请教市长几个法律的问题。我想今天早上讲了这么多哈。包括媒体，包括这个很多人来回撒撒公告呢。我还没有讲。啊，拍谁？啊，这样啊，请主席，请陈市长哈，请上报台。好，喂，好。好，大家今天也在公告回撒撒，法令嘛，公一堆了哈。但是我想，我们就把它简化，我们问最简单的问题就好了。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自治法规可不可以抵触立法院通过的话？本院哦，大院，我们是大院，可不可以抵触我们大院通过的？法律不可以，哪一条规定？地方自治法三十条第一项。哦，地方自治法三十条第一项。他有没有规定说，这个抵触自治条例跟宪法法律抵触可能无效，还是说他有没有什么空间说啊，他可能无效，还是说如果地方市长反对的话，他会变有效？有没有这个无效？就是无效嘛，这简单的嘛。这条的这简单，我唔知国民党今日来只乱噻。这条法律的写个这清楚，三十条有没有解释的空间？有没有解释说他可能无效，还是说市长如果反对的话有效？这个他无效的话呢，那上级机关呢、啊、可以函告无效嘛。好，那我再问你哈、如果抵触了，怎么办？他程序由谁来宣来撤销？由谁来撤销？上级机关。上不不，依哪一条法？就也叫三十条啊，三十条的第四项。地方制度啊，三十条第四项。地方制度法七十五条第二项。三十条第四五。七十五条第二项也有了哈。如果这个抵触违背宪法法律或法律授权之法规者、由中央各该主管机关报行政院予以撤销，就行政院予以撤销啊！啊，法条写得这么清楚，我就不晓得说今天到底行政院做错什么，需要大家这样子在防疫期间拿来凌敌，把你家所有大家拢叫来，啊，动员这多人来维持，包括不是咱本委员会来维持，连董主席亲自出马。在这里当帮卢秀燕维事的小喽啰，拍垮啊，拍垮！哦，保定，我这简单两个法律问题，这简单。所以啊，在这里表示，今天哦，这个我们立法，他违反我们违反的这个，他违反这个空屋法也是我们自己通过的，地方制度法也是本院通过的。今天最没有、最不适当、最没有资格办今天这种会议的，就是立法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来讨论说，地方政府可不可以违背我们自己订立的法律？这个今天这个会议的意义，我们很多人来说，哎，可以，好，我们自己订立的法律，今天来帮卢秀燕讲说，可以违背，这个就是人家吐口水在我们脸上，我们还自己脸在那边哦，很高兴开个会，让自己口水干掉，这个叫唾面自干了、啊，顺便做成语教学。唾面自干的人，嘴巴配对他的面，那咱这些讲可以自己打去。这个哈，我认为哈，今天开这个哈，但我退一万步讲了哈，今天既然讨论这个问题，中火该死，害死台中人，所以台中火力发电这他该死，用废发电。来，经济部，请经济部。那个市长哈，请。市长，我给你问了。台中火力发电厂，一起民国，它是哪一年核定新建的？它十部机组分好几个梯次哦，大概二十最早台中最早二十八，它已经最早的基础，民国八十年已经最早的基础运转，大概二十七八年了。我来告核定新建台中发电厂是1986年的，1986年行政院长以上，你没记啊？余国华了。
余国，你觉得台中市长是啥？张子元呐、啊，然后去咧台中馆，那台中馆长是啥？陈庚金呐、啊，这三个什么党的？我跟你问一下，这三个什么党？台中火力发电厂是谁哪个党盖的？那个，他开始运转是1999年呐、啊，哎、欸，1991年呐、啊。1991年开始运转了，迄阵的行政院长是人郝柏村呐、啊，啥物党诶？迄阵的台中市长是林柏荣，啥物党诶？迄阵的台中馆长叫廖益啊，啥物党诶？起这个电厂的嘛，国民党用这个电厂发电的嘛，国民党。好，咱退一万步讲，啊，你民进党对2016年开始执政以后，你们把排放量增加了吼。所以卢秀燕才气到安尼，讲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无排放这么多煤哦。你们民进党执政之后，把排放量增加了，是哦，是不是？跟委员报告，我们从2016年到现在，大概减煤将近600万吨。600万吨几帕？快要将近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所以这奇怪嘞，国民党起一个电厂来污染。啊！民进党执政，负责任把他的这个排放量一直逐年下降。啊，今仔日煞动员一堆，立委、百个委员会立委来家来骂民进党。好，请坐，请回。所以我就看无，这个完全就是为卢秀燕在维持啦。卢秀燕为了自己民调低，啊来家冲去冲，在摆这种场子。来这边谈哦，中部好像说民进党政府哦，我要解决空污问题，民进党政府在妨碍我，完全是政治表演。卢秀燕民调低，绝对不是因为中火，他民调低是因为防疫期间去把100个校长叫来跳舞，集合起来跳舞，他民调才会这么低啊。今天他要改善他的民调，不是在这边搞这个不低不高、啊。他要改善他的民调，就是好好的配合陈时中，在地方把防疫做好，我相信他民调就起来了。好，所以我对今天的这个会议，我是再次表达非常的遗憾了哈。这个在这种昨天，我相信大家所关心的，全部都是说我们的这个武汉肺炎的病例确诊突破三位数。然后在我们全面尽管，我相信这才是大家全民所关心的。希望国民党的委员回去问一问你们的选民，看看你们今天在这排这种会议，你们的选民可不可以接受，关不关心？以上。好，谢谢我们省发会省委员哈，来哈，这个我们这内政委员会哈，主管的部长内政部长没有来哈，不尊重本委员会的职权哈，这个本委员委员哈还不加以谴责，这个才叫做唾面之干了哈。好，接着我们请吴其明吴委员哈，谢谢。好，主席啊，我们一会我们的委员还有我们的政务官员啊，主席，那我请我们的行政院副秘书长，还有我们经济部处长，还有台电的总经理，总经理哈，曾次长哦，谢谢。好，副秘书长，谢委好啊。针对哈啊这个中火案哈、啊，这个、地方自治法哈、啊、的讨论哈、啊，因为地方自治法哈、啊、的条例三个条例的失效哈、啊，演变今天的政治问题哈、啊。那我们刚才我们省发委委员也都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蔡总统上任哈、啊，从2014哈 到2019减量就超过600万吨。那这代表说我们政府是有诚意要来做改善，那连台中市政府也公认说，哎，我们的政府真的有减量到40%。那所以今天啊开这个会议哈，啊本席也跟花卉委员也一样，也感受说，哎，政府就有在做了。那你今天的声明好，我们都逐年在减量。那我现在我请我们副秘书长，未来我们针对这个深美的问题，这些条例的问题，未来我们的后面4年还会再减多少？这是应该我们大家去关心的比较重要的。委员这部分我请经济部来回答好吗？好，好，首先我跟委员报告，就有关于中国的减煤的部分哦，就是1260万吨，一直都是我们要达成的目标。那我们也努力在这个
在做啊，本来我们的预期，我们所了解的状况是2020-1260，2020年的时候1260万吨，那事实上去年已经达到1264万吨，我们已经减到这个地步。今年我们还是会持续来努力。那除了这个以外，空污计，经济部也要求台电做一件事，就是它的空污计未来中火可以启动的机组只有7个机组，总发电量也不能够超过6个机组的总发电量。我想这是进一步的加严的要求台电的排放。至于您说到的，就是长期来看我们会怎么做，那我们会在2025年以前让燃煤发电量的占比会小于30%，所以我们会持续增加燃气发电跟再生能源发电来减少燃煤发电。好的，次长，那证明我们政府有努力在推动，所以空污的问题大家都是全民在关心的，在关注的、哦、所以我们要跟所有的、我们的百姓来讲，我们未来要做的、哦、未来要实施的，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来减量，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嘛？啊、哦，好，那我请台电我们的总经理。好，总经理啊，啊，针对我们台电哈、哦，本席啊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地方啊、哦，我们地方的变电所就土城哈、哦，我们那个变电所我们现在要室内化，那室内化我们预计是明年3月啊、哦、就要把它完成哈。哦，那现在的进度如何？我们大概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主建物啊现在已经完工了啊，对对，那我们的系统在去年的十二月也已经加入系统了，那现在正在做我们室内的装修还有绿化的工程。好，最重要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全部完成，因为我们超高压线还有我们的铁塔什么时候能够做拆除、这个可能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解运的这个工程啊，我们有一些地下化必须要等到明年的10月才可以完全完工，包含我们的铁塔，包含我们的超高压线。 是因为这个腹地5公顷对我们土城整个发展是非常的重要。是哦，那要到明年的10月，那能不能再提前？对，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努力啊，就是现在这个输配电馈线要如何转接，这个啊、哦、我想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在去年我们开过会，是明年的3月全部完成、这应该我们台电还有资料。是，那你延了10月就晚了7个月，那所以这还是要再赶快再加紧哦脚步哦，不能到10月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提前来完成，好不好？我们跟捷运局啊，这个地下化的工程啊，这个好好的跟他讨论，来尽量把它提前。好，需要本席出来协调的话，我们就尽量哈、哦、跟大家共同来把这个工程赶快提前完成啊、哦，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啊、哦。来，我请我们经济部我们的次长。是。次长，那现在哈、哦、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武汉肺炎哈、哦、的口罩问题哈、哦、啊，那我们的生产线哈。哦哎，本席这边的资料是我们那时候生产线，我们是要拓展到92条线嘛？那我们现在生产的已经有60条线，已经在上线了啊、哦，在生产了。现在达到一天有1000万个口罩。那未来呢？未来我们还有32个那个产线还在装组，那个机组还在装组嘛啊、哦？那你看那32条线什么时候可以上线？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60台机组，大概就是新增60台机组，大概已经都装置上来了哈、哦嗯。那剩下部分的机组还需要最后的调校，让它的产能更达到。但是我们跟原来的400万的产能加起来，现在已经达到1000万片的产能了哈、哦。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你至于您问到的，就是新增的32台的口罩，我们预计就是在最近的下旬，3月的下旬就会开始陆续装机。那它预计在4月的上旬就会开始生产。那如果这30部再上来，就是一部我们用10万片来计，一天10万片来计，还会再增加300万片，就会总计增到1300万片一天。那这样整个市场应该供应就可以充足了吧？那个跟委员报告啊，就是说进一步因为部会有分工，进一步是负责尽量把产能开出来。那
其实口罩的分配、运用、调度等等，其实是由指挥中心统一来规划。因为现在我们防疫中心我们现在规划的药局在药局那边哈领取哈，本席在我的选区看到还是大排长龙哦，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那个产能还是要加把加把劲把那个看能不能提前来做生产，是这是应该民众比较关心的。这个我们会我们尽量努力来达成这个，因为满足国内的需求。对，因为我看昨天这个疫情又升温了所以这个确诊的案例又升高了，所以大家的恐慌性也相对的提高这一点我们的装备一定要赶快这速度一定要快，不然民众的恐慌会持续的升高，那对整个社会也不好好，谢谢。谢谢。那我请那个法务部郑次长。陈次长啊。喂，好。次长好，次长，刚好今天你来内政委员会备询那本席来请问一下在去年的六月我们到那个土城看守所，那土城看守所搬迁到司法园区，那现在的进度如何那我本席知道新北市也透过都市计划已经送到内政部嘛那现在是补充资料嘛，对，那你看整个进度的有没有跟我们预期的一样？有，这个不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里面分成两块啦，一个是开发计划，就是说行政院跟营建署行政秘书长他其实有召集各部会相关部会来开国会，营建署建议啦跟国产署建议说，因为那个土城现在弹药库跟现在的那个土城看守所，就台北看守所比较市区的这两块呢，最好能够用合并开发的方案来做处理，在财务评估上面会比较理想啦那在今年三月的时候，那个内政部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也要台新北市政府就这部分呢提出说明，那个所谓财务评估，这是一个开发计划，看两个能不能合并起来，那产值他管嘛第二个的话呢，都市计划已经送在这个内政部在审议中，那内政部都委会呢也在二月份也到现场去理勘，所以这个进度都还在继续的进行中。好，针对我们那个后面那个三级坡的问题呢，三级坡的问题有没有解决？三级坡现在暂时还没办法解决，因为三级坡的问题是新北市我们跟他沟通，陈副市长也告诉我说，如果必要的时候呢，在这个都审会通过以后，要至现场要做施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委托那这个经费再来另外核算，来一起来合并。好的，证件好。因为三级坡的问题那个新北市侯友宜市长也承诺这是全力来配合我们法务部，毕竟那个腹地十几公顷是对整个都市计划里面土城的发展的未来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财务评估希望能够跟现在的土城看守所跟台北看守所能够合并来评估这样的产值会高，而且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了。好，那我们都加紧加紧推动，谢谢，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处长，谢谢，好好，谢谢主席，谢谢，谢谢谢谢吴委员接着我们请张宏禄张委员，张委员咨询完毕后，我们就休息二十分钟大家吃个饭，好，再继续，谢谢。我请那个行政院法规会的林主委，还有我们的次法务部的次长，请那个法规会林主委，我们法务部陈次长，谢谢。今天来讲这个问题就我早上也听了很多委员在讲那大家一直在聚焦中火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今天我认为法律的问题先把它厘清了我觉得这比较重要了。我想请教一下以台湾来讲，我们的法律位阶宪法最高吧？对，没错，对不对？对。然后之后是法律，对，对不对？然后呢？然后基于法律的，再来是法律的授权，对不对？然后呢，才是自治条例嘛，对不对？对。那以法律位阶来讲，你如果是自治条例违反法律的规定，有效吗？无效。有没有效？我需要大声的说，无效嘛，对不对？
那过去的上级政府撤销地方或是我不让你报备、哦、的 这种的地方自治 的潜力有多少？应该不晓得，应该可以说明一下哈。在我们统计107年1月份到109年3月，大概有11件，一共有11件。有11件？对。那各县市都有？对，各县市都有。对，各县市都有，对不对？那所以啊，如果一个地方自治的条例违反了上级法律 的这个位阶的情况之下，致使就是无效吧？对，致使无效，对不对？对。哎，台湾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刚性的法律，我们宪法就是最高位阶。那其实各国也都是一样，但台湾跟美国不一样哎、欸。台湾跟美国的各州都有他们的法律吧？对啊，不一定每州都一样吧？对，没错，对不对？没错。哦，美国是一个联邦嘛，对不对？那台湾是吗？我要请教一下。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而已，它不是联邦啊。啊？台湾不是联邦啊？不是嘛？对不对？对。所以台湾的法律，中央的法律一定是要贯彻到地方吧？对，没有错啊，在法位阶上是没有错。不，我们今天讲法的位阶就好了。没错，对，没有错嘛。没错，对不 对？所以任何有抵触法律的，好、哦，或抵触宪法的或什么的，都无效吧？无效。今天立法院如果去修订那个法律，立法院的法律是抵触宪法的，有没有效？无效。啊？无效。无效嘛？立法委员是立法的哦。那立法委员如果立一个抵触宪法的，应该就是致使无效吧？如果被宣告以后是无效，是致使无效，没有错。对嘛？哦，你要追溯嘛，对不对？是致使无效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我觉得说，今天我们要把事情讲清楚，你不能让事情去模糊。哦，法律的位阶在哪里？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讲清楚。哦，不然的话，台湾如果每个县市，我们当然都可以去订定自治条例，做什么的话。但如果每个县市都有他自己 的看不同的看法，台湾变成20几个独立的国家了，会不会这样？对啊，所以那个宪法110条就规定说，中央一致的要全国一致的要中央立法嘛。好、哦，那有地方因地制宜的，中央立法以外的呢，有因地制宜的，才有地方自治的法规的存在嘛，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位阶存在了哈、哦。所以呢，基本上是全国一致的，或是中央有立法的，地方法规就不能够抵触。啊，没错嘛，对不对？所以我地治法第30条也非常的明确的规定，对不对？我相信这次长你很清楚啊。哦，我们基于法律优惠的原则，你如果自治条例你跟宪法、法律授权之法规等等有抵触的，是不是就无效？对，这是地方制度法30条里面规定的，没错，规定嘛，对，对不 对？所以我们从刚刚讲的，从107年，你说107年嘛，那是修法了，好、哦，不，107年到现在，我们有撤销或不予报备有11件，是不是？这里头有包括函告无效的。也就是包括被查案的，没有罚则的被查案的，也包括有罚则的，有罚则的是不予核定，行政院就不予核定，那被查案的我们就函告他无效。对嘛，啊，总共是有11件嘛，所以今天大家在讲的这个并不是一个特例吧？不是。啊？不是嘛？不是特例。对嘛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厘清这个法律的问题，哦，大家不要把它模糊焦点在特定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法律的位阶都没有讲清楚的话，以后全台湾各县市，哇，各自订定各自的自治条例，那就不好了。那也乱啊，绝对乱起嘛！我今天讲的比较不客气一点的，如果今天口罩的工厂都在某一个县市。那我这个县市，我要订定说我所有的口罩，我要优先卖给我的市民，可以吗？不可以的。你们回答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他可以去订定自治条例，可以吧？不是不是，我们先讲法律，哈，先讲法律的程序。地方政府，我可不可以去订定这个自治条例？他是可以订啊。
这个地方。我们先讲，他可不可以定？他可以定啊，可以定嘛，对不对？对。他可以定，这个要议会通过哦。啊，当然，当然，当然，我当两届议员，我都是法规委员会的，这个我非常清楚。他可不可以定？是可以定的。可以定，我们先讲这个法律的程序，可以定，对不对？对。他可以定嘛，对不对？他可以定，那你中央会不会核备？不会。会不会啊？我想这个送来应该不会吧？不会，不会，不会。不，我回答我。不会。啊？不会。很明确的不会嘛，不会被查，因为不会被查嘛，对不对？啊，因为为什么不会被查？这个显然哈是违反的公平原则啦，也就上位的这个法律概念。另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消保法等等这些的公平的这个等等这些法律啦。对吧？他会抵触啦，不用讲，卖一个单独。我跟你讲，之前我们立法院才通过的特别条例有没有抵触？有特啊？有没有？有没有抵触？特别条例制定之后，当然抵触特别条例的规定，因为特别条例有那个征用的规定，征用那是中央的权限。那另外就是说，在特别条例没有定之前，有传染病防治法也有规定征用的规定，那它也规范了传染病防治法。对，所以我今天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以举这个例子，大家现在大家的浅显易懂，对不对？你一个地方自治的条例如果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我们的特别条例它也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它也违反了，这个条例就不准核备了，不是吗？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一件事情，你只要地方自治的条例违反了法律，甚至违反了宪法的规定等等的，本来就是不予核备嘛，是不是应该这样？没错。啊，这个是单独回到一个法令的问题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让全国的人民知道啦，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我们要讲的重点啦。所以我今天呢，哈，我觉得说啊，市长跟我们主委啊，哈，你们这样的回答，我相信全国的民众也都有听到了。好，我们不要去拘泥于一件事情。你台中市政府订的这个，它不止对台电呢，它里面所有的台，只要是台中市的工厂，你有一个相关的都不行呢，是不是？对，是不是？对，只要是工厂都一样嘛，对不对？公司场所都受到限制。对嘛，所以这一个如果这个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本来就不予核备，不然你所有台中的工厂怎么办？对，那些台中工厂要不要开啊？要不要继续开下去？啊，你台中市政府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你每间工厂都去处理？不可能，我们不可以这样，不是？有没有又是一件事情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让我在台中设工厂的人，跟我在苗栗设工厂的人，就只隔了一条大安溪啊，然后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哦要去讨论的一个法律的位阶的问题啦。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我也认为。哦，我们相关单位啊，要就这个立场啊，跟全国人民啊表示清楚。我们今天这个就法律来论法律，而不要去就个案来凸显法律的如何。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的重点。好，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我们张委员哈，讲得很好哈。就是行政部门有没有依法撤销这些自治条例哈，这个是很重要哈，谢谢。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先休息20分钟，大家吃个饭，20分钟后继续哈。好，谢谢。大家都要在这边，因为我一定要在这边吃饭吧。你的东西都先放在那边，因为我们那我到。
我真的有一点
在我们处理做了强迫症，因为我刚刚看就是拿东西给那个摊位签，然后他们是穿米白色外套，然后摊位上有很多头发，我就想一个一个把它挑起来。买那个 Three N 的那个女的。碰到比较严肃的问题啊，法理论书看到吗？发觉我自己做的行政处分违法，我当然立刻就要撤销。我自己认错还不行，还要等到救济时间经过，对不对？我认为错的，我还是可以撤销。只有在对于重大的危那个公益有危害的时候，不能撤销。哦，对啊，我当然可以认错嘛，做人认错，要等到就地时间经过，你立刻改，还是等到多久呢？那个都是比较原始的地方自治概念，地方自治要看是不是自治事项还是委办事项，就算是那个委办事项也不是你高兴撤销就撤销，都没有这样。而且我们现在中央立法法立很多法，我们都把地方自治事项的权限都拿来说是由我授权，那你如果都这样讲话，那我地方自治的范围到底在哪里？我都没有地方自治权限，不能拿那个啊，那个联邦帮你，没有这种事了。不是联邦帮你，我也有地方自治权。那个不是要看他的那个权限的那个内容，不是你全部都可以去侵犯。你们其他都可以。
Thank you.
那就不用交换了，这样我们就开始了。